face. We'll scream loud, top of our lungs, and they'll think it's just cause we're young.每十个人就唱一段歌。对，然后最不可能的地方应该是六轮车吧？对啊，因为它本来的设计是六轮车，黑线的时候会向外走，如果是这个白的时候会向内走，它可以跟着黑线一直到中间。然后后面的名字呢？还是后面再做出来的，所以才忘记。哪里侦测？就会从这里侦测，然后就会转弯。它可以转弯，墙壁就可以往后，然后左右来。如果撞到右边，就会往后，然后往左倒车，然后再往前走。然后如果下次撞到，看到哪边撞到哪边，就会往。我们如果是白发白送，它会侦测距离，然后把物体发射出去。然后缺点是发射的力道太大，然后会整台倒掉。然后修正方法是把下面的球那个加大，并不是。Say.